大家好，我是 Alan。 之前呢我就有一些可能便秘的问题，然后呢我的体重呢就一直尝试过很多不同减肥的那个方法，然后我的体重还是下不去，反而是每一年都在上升。关于调肠这一个讲座会呢，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过来这个睡不达令的这一个分行这一边，所以我也去听了第一次。这个讲座会呢，让我学到非常非常多关于我们大肠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健康的那个资讯。然后上了这个课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肠是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甚至是我们情绪的问题。因为我长久以来都不知道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上洗手册呢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而甚至是我的体重一直下不去。所以上了这个课程过后呢，我终于知道我要如何去改善我的身体。虹膜检测非常的准确的可以告诉我，我的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不只是我的肠，甚至是我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它都检测的非常准确，就连我其他器官拥有的问题，它都可以非常精准的说出来，也可以很精准的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大概多久。这个服务那么好，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一个服务。